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4月4号，星期六，农历是3月12。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啊，师傅，师傅，您好，弟子向您请安，好久没有听到您声音了。谢谢师傅，我是从日本打来的，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妈妈，师傅，感恩您。乖一点，师傅，我是好好念经。师傅，太激动了，师傅，感恩您，感恩您，谢谢，请给你跟我看一下图腾，我是1963年的兔子，师傅。1963年的兔子。想看什么？1963年的想看什么？嗯，师傅，我最近右边的肩膀非常疼痛，有2个月了，看看不好。哦，师傅，哇，有一个小女孩啊，你掉过孩子不啦？是的，是的，是的。啊，掉孩子嘛，你就一个小女孩呀。啊。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师傅？要的蛮多的，怎么样也得65张啊。65张，感恩师傅。好吧，这个小女孩，小女孩，应该是你掉掉的孩子，好了。好的，放生呢，师傅？放生250条。好的，感恩师傅。我今天还送上送了21张的小房子呢，那再重新许愿的65张好吗？对呀，你要当心啊，因为好的，因为他是有点来报仇的了，是吗，师傅？这个是这个可能是你不当心的，OK。感恩师傅。师傅还有身上还有别的灵性吗？鱼太多了，鱼啊。鱼围在你的腰上，而且在你的很多部位的皮肤上都有，所以你的皮肤不好，经常长疙瘩。师傅，是的，我20几岁的时候，全是全身嘛，长疙瘩，知道了吗？是的，是的，师傅，感恩师傅。好的，师傅，师傅，我的莲花，请您看我一下我的莲花。29832，29832。不是太好。是吗？非常不好。是。为什么呢，师傅？掉下来。开始我。掉下来。那我做的哪一点不如理不如法了吗，师傅？不如理不如法嘛，就是你，我相信你就是一会儿修一会儿不好好修呀。是吗，师傅？你当中有没有懈怠过了？没有啊，师傅，我没有啊，我一直没有。你看看你们家里有没有放祖宗的牌位啊？祖宗的牌位没有供祖宗的牌位没有啊。那我问你，你面对的佛台的左边放了什么了？面对佛在的左边，箱子里有什么人不啦？挂像，或者就是一个瓷的像啦，或者就是一个工艺品，一个人像有不啦？柜子里边。对了。是的，师傅，你是伟大，真，你是我的师傅，有很多我的小时候的相片，师傅。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工艺品啊，有人像的。工艺品，对，对的，对的，师傅有。拿掉啊，里边有灵性啊。好的，好的，师傅。还有一个日本人，日本女人。那是我的相片吧，师傅。你有没有穿过和服拍过的啦？我是的，是的，是的。我看了那张照片嘛，就是穿那个和服呀，我还以为是日本女人呢。是你呀？我师傅，是我的妈妈。我一直在这。师傅厉害不啦？师傅厉害。连你照片我都看得出来什么？您厉害，师傅，师傅，那我怎么？师傅，我的莲花，
我担心我莲花，你现在自己想办法种上去啊。嗯，那怎么样呢？种上去听不懂啊，种上去，种上去。嗯，知道知道。种上去嘛就，种上去嘛就很简单呀，种上去嘛就。跟观世音菩萨磕头讲我是号码是多少、哦、因为师父今天才讲给你们听、哦、因为你过去有过一个号码、嗯、就算掉下来你只要改变了、嗯、你只要忏悔了跟菩萨讲把这个号码再报给菩萨还能再上去如果这个人没拜过师、嗯、对不对啊、嗯、有些人也有莲花的、嗯、掉下来之后他就上不去了呀哦、嗯、好的好吗？嗯，好的，师傅，那我要念礼佛吗？最好啊，就是要念礼佛、啊，多少遍师傅？念78遍的。好的好的，有时间限制吗？有时间限制？你看了，你不想出事、哦，你就慢慢念。如果你正好碰到3、6、9劫，那你就快点念，快点念嘛，你就要70几遍你就快点念掉他们就好了吗？嗯，好的好的，我重新听您的录音时候，好吧，中文挺好的，嗯、好的。嗯、我一直不舒服，身体2个月了。嗯、我告诉你，你不单单肩膀了，你颈椎都不好啊，颈椎一塌糊涂啊。而且你有一个耳朵现在不如以前这么好了，听力减退啊。哦。啊、哦，经常。人家跟你讲话你听不清楚啊、嗯、要讲2遍的、嗯、还有啊记性很差好的师傅听得懂吗嗯听得懂听得懂、师傅乖一点了我嗯乖乖我一定努力精进、嗯、师傅 好了嗯我报我的莲花号码的师傅师傅请您再看一下我的那个业障你莲花号码里面有个7啊我没有师傅没有29832哎29832你帮过一个莲花有7的人不啦你帮他背业背得很重啊嗯你去看吧你去查吧你看看你平时在观音堂里边帮谁帮得很厉害帮人家念的这个人的里边只要莲花里边有个7字的、嗯、就这个人啊好的好的好了好的，嗯，好的，师傅。好，那就这样。感恩您师傅，再见，再见。师傅，我还可以看一个吗？师傅，我2011年。只能问个问题吧，问个问题吧，什么问题、啊？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感恩您。问呀、啊，问什么问题、啊？就是说，2001年11月，他什么时候能进入澳洲的那个圣上大学呢？因为赶上这次的瘟疫了。2000几年？2001年，师傅，2001年。不是啊，属什么几年的？2001年属蛇的，师傅。女孩子啊？女孩子，蛇。嗯。在今年的几月能去上澳洲呢？4月份有一次机会。如果4月份不行的话、可能要过2个月了。嗯。嗯，好的，感恩师傅。去努力一下吧。好的，感恩。好了，好了。努力，已经努力。师傅，最后。好了，好了，不能问了，不能问了。大本，不要问了，师傅。请那个您师傅慈悲加持我们大本观音堂的所有的师兄们。我们一起努力精进，师傅。这个是，这是一个疫情，大家。一定要求观世音菩萨保佑的、好吧？好的，师傅。好了，好的，师傅，感恩向大家问好，向大家问好啊。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师傅。好，再见，再见。感恩师傅。喂，你好。喂，师傅你好。哎，你好。师傅你好，今天我要询看一个2015年属羊的。男孩子，2015年属羊的男孩子，想看什么讲吧？想看他的就是身体状况，还有就是身上有没有什么那个打胎孩子或什么灵性在他身上？有啊，他过去有过啊，这个灵性现在偶然来的呀，过去有过一个灵性，很长时间呢、在他身上。
哦，是什么灵性在他身上？过去一个灵性是个人呐、啊。嗯，是个人呐、啊。嗯。哦。哦，了解。那现在是不在了，是吗？现在不在呀、啊。您说。但是也经常会来呀、啊。嗯。啊，也经常会来，是跟他前世有什么冤结，还是什么？那像他的，像他前世的长辈啊。前世的长辈啊。嗯嗯，走掉的时候。走掉的时候可能上辈子也认识，这辈子也做过他的亲戚的。嗯，这辈子也做过他的亲戚的、嗯、眉毛很浓的、哦、嗯，眉毛很浓的。嗯，好，那这样子的话，那他需要几张小房子能够来个超度能够呢？嗯，69张。69张。那、嗯、那放生呢？像一个老人家呀。像一个老人家、啊、那有，哎，是像他爷爷吧？男的，像他爷爷吧？像爷爷是，嗯，眉毛比较浓一点的，嗯，哈哈哈哈，哦，应该是我爷爷，他的啊，他的那个，那、嗯、了解。今天是需要放生，今天是清明呀，今天是清明呀，对，嗯，今天清明，所以他有再来是吗？嗯，对呀、啊，他而且来了就。找那个小男孩啊，嗯，哦，找那个小男孩啊、嗯，他来到你们家，哦，现在你们家蛮大的嘛，嗯，我们家蛮大的，现在蛮大的，我看到了，进门的、哦啊，他到你们家进门的右面有一个，有一个房间不住人的有吗？放东西的，嗯，放东西不住人的有，但是是在左面、一进门左面。右面有一个什么房间啊？右面是鞋柜，一进门右面是鞋柜。对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单单这个墙啊，就是房间里边是哪个房间、啊？他到这个房间去了。他到那个房间，一进门的右面的那个房间去了，啊、是吧？啊，哦、那房间那个那面墙过去旁边是有。人家家里，但是没有人住这样子。哦，哦，他跑到人家家里去了。哦，他跑到人家家里去啊。嗯嗯。啊、嗯哦，好好，那个，那师傅，请问放生需要多少条鱼？放生大概要180条吧。嗯，180条左右。好，嗯 嗯, 嗯。好的，那师傅，我再询问一下，就是1985年属牛的。我自己不错啊，蛮干净啊，现在身上蛮干净啊，嗯，哦，可是我很容易有无名火这样子。无名火的话，你好好的克制就好了。你现在菩萨已经保佑你了，你像你现在这种修法、哦、修到你，我现在看你身上有光了，所以像你现在绝对不会得到什么疫情的。这种你绝对不会的。你自己脾气嘛，有无名火嘛，你就是还想着很多过去的事情呀、啊，觉得自己好像还比较能干呐、啊，什么东西能干个魂呐、啊，能保住条命就蛮好了。是，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的教诲、啊。那活得蛮好的，每天早上捏捏自己，打打自己的脸，还活着就感恩。对不对啊？好，家里老婆孩子还都活着，就感恩。你看看现在全世界上千几千万的人都失业了，开什么玩笑？对对对，啊，你开玩笑了，你能够平安就是福了，还什么无名火呢？有无名火就是还贪呢，贪才会有无名火、啊哦，不贪哪来的火啊？好，了解。啊，感恩师傅。那师傅，我想看一下我的莲花。什么号码？莲花还在。什么号？30470。很好了，不是在不在问题，非常好。你别自己觉得你不好，已经很好了，你已经修了很好了。嗯。哦，感恩师傅。啊，师傅，好。你只是那我、那个、你只是跟你老婆两个人，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冤结。你老婆现在开始，她还你债了。过去是你还你老婆债，你老婆凶。结婚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现在是你厉害了。对，是
师傅您说的是，对对，感恩师傅。师傅不好意思，我在那刚刚我那个小男孩，那个我儿子他的近视两眼都是500度，请问这个部分的话要去怎么样去做个治疗？看看是灵性去那个？好，我看看啊，没关系，500度嘛，就是过去用眼不是太好，再加上他有很多鱼的灵性。哦，往生咒给他念呀，往生咒呀，念了之后呢，做做眼保健操。滴滴眼药水，不要轻易的动手术。这么小的孩子，手术成功率现在不是很高的。像这种近视眼，眼睛就把人家弄开坏都有啊。现在打金针打到人家肺里，把人家肺都穿刺破了都有的。哦，是。好，感谢。是一万遍吗？师傅，请问那个我儿子他往生咒的话，如果许一万遍这样子够吗？可以。儿子挺孝顺的，儿子挺孝顺的，挺好的。哎，对，他蛮善良，挺孝顺的。而且他很黏他的妈的，对他妈特别好。对，感恩师傅。师傅，我再看一下那个我家的佛台，是不是有没有观世音菩萨？靠近左面的嘛。房间里的左面的，我是对靠近左面，对左客厅左面靠近前阳台，看见很好啊，菩萨来啊。好，而且你们家里还有一位菩萨啊，经常来看看你们，妈祖，妈祖来帮阿弥陀佛，帮过你很多，妈祖啊，是啊，哦。好，感恩师傅。好，那我问题问完了。弟子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好，再见，拜拜。喂，你好。哎，师傅。哎，你好。哎，师傅，感恩关心师傅，感恩师傅，谢谢师傅。我想请师傅，等会啊，我把那个手机关掉。师傅啊，我妈妈的是也是你的弟子，就是2012年对吧，在那个香港法会，你在法会上当场表扬她，一个老妈妈，一个字不是，观世音菩萨叫她念经，她什么都会念，就是我妈妈。然后她，哎，她这次的就是，哎呦，我好激动，好激动。这次的2月11号，他在家里往生了。而且往生的时候对吧，是在家里，因为他是在年前，就是去年2019年，春节前也是发了一场大病。然后呢就到医院里去，那时候呢我们就跟医院医生的就说，他说他很难救回来，就是他已经的就是所有的器官的都是衰竭，哎呦，我太气了！所有的器官都是就是老化了，就没办法了。他说你们看，后来我就是跟医生说了，我说医生，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心理衰竭，什么都衰竭了，反正。他说，我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要抢救，就到时候提前打电话给我们，因为我妈妈有宗教信仰，她信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的也信，给我们留一点钱，让我们帮她助念。那个医生也挺好，他说好。后来的就是在医院里的，被你们念回来，我太激动了，被你们念，我太激动了，师傅，我哎呦，就浑身冒热汗了。那个后来我妈妈妈在吧，就在那在医院里，到我们回家里去帮她求了，一直在求，我所有的香的吧，就是4个香炉嘛，全部打卷。哎呦，我那天的我回来很激动，后来到第二天的我就医生不是叫我们准备那个后事嘛？那么我们就是因为春节嘛，考虑到春节买东西比较麻烦，就买归买，但是呢，我们的还是去按照这个方法去给他那正常人的东西的买回来，就往生的以后的衣服买回来，然后在医院里打电话来告诉我，他说你妈妈好像手脚被我们绑住了，我一听我浑身发抖。后来我就赶到医院，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半夜里的吧，他就是醒过来，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拉掉，他说他要起来，
89岁的人，他说你这样起来万一摔一跤，那我们这责任很大。后来我知道了，我说那行，我说我来问他。后来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要拜菩萨，我要谢菩萨呀，观世音菩萨救我嘛，菩萨妈妈救我，他说师父都来救我，他说我不要谢吧。他呀，他其实他是在就是这个意思的，就是在家里我要下来，我要拜菩萨去。但医生呢以为的他要下床，就把他绑起来了。后来呢就是在那个医院里这段时间呢，就是后来醒过来，医生呢就说了，他说你们准备给他就是登记饭菜，我说你们有的数吗？他说没有数，没有数，那我就我说我来送。他说一天三顿，我说可以，因为那时候住在 ICU 病房，他说你只能送过来，然后就交给我们的护士来喂。我说好，可以。然后我送的时候就利用每天送的一天三顿，就给他送饭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了好多次，就说他说哎呦，他说哎呦，我是师傅的弟子你知道吧。他很激动，那天早上他特别激动，我是师傅的弟子。我说你本来就是师傅的弟子。他说我真的是师傅的弟子你知道吧。后来我说哦，你是师傅的弟子，他就告诉我很多。他说是天上的，或者是、啊、他说的是师傅的弟子，可能是天上或者是过去生中过去世中的。他好激动，他说、啊、菩萨妈妈来救我，他说到下面到地狱里去啊、哦，哎呦，好多人都是像他师傅说的，这一点不假，全部不穿衣服的，前面拉着，后面拖着，往还鞭子抽着让他们走，我就吓得我在边上抖。后来等会儿看到观世音菩萨妈妈了，他说菩萨妈妈你救我，菩萨妈妈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走迷糊路了。后来菩萨妈妈用那个东西把他一掸，他就掸到这个就是一个茫茫的大海的这个鹅卵石上，他站在那里，他就一直叫我的名字。后来我过去把他带回来 了，就是做了这，哎，就回来。那次对吧，就是回来以后对吧，他告诉我很多事情，师傅，他特别激动，他说天上的真的哦，好漂亮，好漂亮。他说有那个。我说是不是那个黄金铺地，黄金这个地铺地，而且天上的这个房子像师傅说的一模一样，很好看。他就说，我说你描述给我听，他说我描述不来，我就觉得好看好看，他很激动的，你知道吧？嗯，他看见了。后来我说，嗯，对他看到了。后来对吧，他就告诉我，他说还有那个。那个就是莲花池，大莲花小莲花好多莲花。他说我说你真的看到莲花了？他说哎，好大大的也有，好小的也有。他说我还那个这个坐在莲花池上边上喝了两口水。我说好，我说你喝水了？他我说特别激动。他说对啊。我说你多喝点吧。我不敢多喝，他说不能贪，只能喝两口，我喝了两口，那不能贪。后来的吧，他说，我说你有莲花吗？我有莲花，我站在一个小莲花上，飞飞飞飞，哦，他还看到那个玉皇大帝，他还看到玉皇大帝，他说玉皇大帝像个皇帝一样的坐在那里，就是边上他这个胡子，他拉给我看啊，这个胡子两边胡子，这下面胡子坐在那里，他说我到玉皇大帝那个前面就跪下来，我就磕了三个头，然后我赶快走掉，他说我赶快走掉，玉皇大帝脸很严肃的，哦，我说特别激动，那天的吧，他后来就一反复的一直跟我说，到后来的到不是从 ICU 病房出来了嘛，出来了那天的他又呢，就是我把你的那个录音给他塞在耳朵里，那么我们可以陪他了吗？给他听，他听你的录音，他听就是眼睛直愣愣的就盯着窗外，他穷哭了、啊、他哭了。后来他说，我说你哭什么？他说看到师父法身、就是、对，他看到师父法身，还看到观世音菩萨，还看到南无菩萨、啊、他跟我说师父，他说你怎么，他说的师父在上面好高大，好高大一个，他说你知道吧，师父很有，看上去很有文化的。我说师父本来就是一个教育家嘛，他很好搞笑的。他说师父很有文化的，很文质彬彬的，还看到那个南京菩萨，南京菩萨给他，哦，他问师父，他师父我怎么了？师父说你这个是一个大劫，你看你过了会好的。他说我会好吧，会好的。后来那个南京菩萨还给过来给他治病。
就是拿东西给他一溜，啊、他说治病。南京菩萨他说看上去很年轻很年轻的，啊、笑眯眯的，哎，刚刚也很那个。他看到很多菩萨，他开心的不得了。好了，就是那次的吧。嗯，不是，师傅，那是一次的，以后回来以后，我因为在那个ICU 病房的，你不能讲那么多了，我就把因为他们都是。救命的电话来看图。哎，师傅，哎，我对对的，他已经往生了。哎，他已经往生，这是往生的吧？我帮你看看他在哪里嘛，就知道了。嗯、啊，好好好好，谢谢，感恩师傅。我想把这个分享要写出去。哎，你慢慢写吧，写给大家。啊，我，哎，你帮我看一下，师傅，他是2月11号下午4:15往在家往生的。叫什么名字？而且是念着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姚崇慧，崇是女造姚，崇明的崇。恩惠的惠，崇明的崇是两个山是吧？不是一个山，一个山，下面一个宗师的宗。我知道，姚崇慧呢，智慧的慧，恩惠的惠。啊呀，车心慧，车心慧，哎呦，嗯，哎呦，恭喜他哦，哎呦，他超出六道了，嗯。哎呦。师傅，谢谢观世菩萨妈妈，谢谢师傅，谢谢。我跟你说的，菩萨。师傅，他什么时候超出的？我看一下啊。他是11号下午4:15走的。我看一下。往生的，我就在他边上，我睡在他边上，带领他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我看看谁来接他。是不是菩萨妈妈？哎呦，真的，真的恭喜他了。观世音是菩萨妈妈来接他的对吧？观世音菩萨，对了，嗯，对，嗯，还有大势至菩萨两位呢，大势至菩萨也来了，哎呦，谢谢，嗯，很好，谢谢，很好。我跟你说，师傅，嗯，春节的时候对吧？这一个月对吧？就是一直在，就是我因为这非常时期嘛，我陪着他一个月。反正他身体一直不好，一直不好的，他就只说，他说他看到他也做梦做到，就是观世音菩萨在梦中对吧，救很多人救不了，菩萨妈妈一个眼泪直哭，他就是掉着眼泪扭头就是飞走了。他说，菩萨妈妈后来，哎呦，后来我就跟我说菩萨有。就是救度有缘众生嘛，慢慢就无缘不众嘛，没办法的，对吧？你慢慢写下来吧，好吧，时间没有。对啊、哦，嗯，好吧。哎，师傅，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地，那个地址证号5191莲花。在也在，你要努力一点，长得一般。是，嗯，长得一般。对，我为我妈这个事情背了很多，嗯、背了很多。好吧。好了好了、哦、好，感恩师傅啊，感恩师傅，我把这个事情就是准备分享一下、嗯、好吧，好，谢谢、嗯、好，其实这就是他当天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妈妈就把他接上去了对吧，对了对了对了、嗯、对，我看到我就是看到一般的超出六道的话都是现接的，明白了吗？对对、嗯、我因为我看到的吧，他我带领他念经的吧，我把这个视频都拍下来的、嗯、他这个嘴巴里的带着那观世音菩萨，而且脸上都冒汗、嗯、他脸色的显化的吧，有真的比生前还好看、嗯、而且我们帮他助念了17个小时、嗯、到半夜里的吧，八个小时到半夜12点钟，你慢慢写下来吧，然后后来写下来吧，好吧，嗯，好好好 好，感恩师傅，嗯，真的，谢谢，感恩师傅，好，再见，好，谢谢师傅，谢谢，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谢谢，谢谢。喂，你好。喂，你好。喂，师傅好。啊，赶快讲。师傅稍等。等一下。我们各自一张各自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看一个2004年属猴男，一个小男孩，他有自闭症。是啊，是自闭症啊。啊，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260。嗯。哦，他之前他奶奶已经给他念了3000多张了，收到了多少张？2700吧，嗯。收到2700，好的。那个，他现在前两天就是放生条件很艰苦，他奶奶一直在给他坚持放生。嗯、放生倒无所谓，主要是念经。哦，他放生的时候听见有人跟他说，就是说要坚持会越来越好的。对呀、啊，当时他就特别感动。对呀、啊，他就是这样，现在已经好了呀，好很多了。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但是那个就是在两百多张，就是孩子会
说彻底好转吗？你去问医生呀，药吃下去会不会好啦？医生们都会跟你说会好的，你不吃药怎么会好啦？啊，是的，是的，好，好对不起，他这个奶奶也就是同修，他曾梦见自己失手打死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小孩吗？就是这个孙子吗？好了，不要讲了，知道了有什么用啊？哦，好的，好的，好好帮他念、这个、好嘛就好了，药再来的呀、嗯，听不懂啊？嗯，对，对，是的，嗯。那个他奶奶是53年的蛇，就是他的修行上要改什么毛病？修行上改什么？嘴巴不要乱讲话嘛就好了。哦。他的咽喉这里都是黑的，要叫他当心啊，不要咳嗽。哦、讲话太多，不要去讲话太多，不该讲的话不要去讲。好了。哦，行，好的。那其实我改一个名字，2012年属龙男，他选了四个名字。张明阳、张家祥、张恩祥、张金明，几个？他几个啦？四个。2012年属龙。第二个是什么啦？张家祥。嗯，也只有第二个了。嗯，家祥。好、嗯。嗯，好了，第二个吧。哎，好的，感恩师傅，我们各自一张，各自背，不忘师傅背。师傅再见。好，再见。再给一个你，给你两分钟啊，赶快问。喂，师傅好。两分钟，讲话快一点。嗯。弟子给师傅请安，同修的业障，同修自己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看个1967年属羊的男，他有被下过杠头，然后给他念了1000多张小房子，有好过，但是最近又突然发狂，又是想要杀他老婆。对呀、啊。对。他现在最近。有东西侵入他脑子里了呀！哦，赶快给他念呐，要念八十张小房子。80张小房子，嗯，好，放生多少呢？他老婆跟他有冤结的，这个冤结蛮大的，要当心了，嗯。那他要怎么去？叫他老婆不要去管他的事情。哦，好。他去管他事情，他在外面有一个女人的，你叫他老婆不要管，管了他会被他杀掉的，嗯。哦，好，那他要怎么去化解这个冤结？姐姐咒呀，好，放开一点呀。嗯，好，男人又不是你的了。嗯，你要这么想的呀，你命没了。嗯，你有什么意思啦？他人跟你在一起，心不在你这里，有什么用啦？嗯，好，听不懂啊？听得懂。很多人就是执着呀，你能挽回他不啦？你只有自己老实一点，把这个劫度过了，慢慢再。改变不就好了吗？嗯，好的。好了，我跟你讲话，你们全部要听着的，否则会有血光之灾的。我讲话听不懂啊？嗯，听得懂。好了，还有什么问题？看一个亡人，叫李升奇，上升的升，国旗的旗，男，2018年去世的。阿修罗，人蛮老实的，嗯。嗯。好吧。好。嗯。还需要念小房子吗？能念吗就念了，能念吗、至少64章。哦，好的，好。好了，好了。师傅，同修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